电影般的联谊的一个台阶。对于我来说，这份情感，这份感恩，我觉得是已经打从10年前已经埋下来了。因为我觉得10年前已经有两个机会给我得到2次的金马奖，连庄，然后在过去这10年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就是目的就是要谢谢，我承诺过，我要好好在我的演出方面再加倍的努力，然后做好每一个作品。这一次过了那么多年了，然后再一次能够可以给评审这个机会能够入围，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也非常你的很大的一个鼓励跟鼓舞所以反正我觉得这一次入围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开心，就是因为看到我们同一个电影里面两位新人，然后同一时间而且得到九项的提名对于一些新人来说，因为我也作为新人，也曾经有入围的一个经验，对于这份鼓励是很难能可贵的。我非常再一次要感谢五十二届金马的所有评审，然后让我再一次踏上这个舞台，然后看到那么优秀的表演者，还有属于电影的工作者，一起去参与这份的喜悦，谢谢。谢谢郭富城。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徐。